365天，大概天天有活动，因为每一个乡镇都需要我们，每一个乡镇都需要我们深入群众。我个人能力没办法天天跑，在一年度啊，天天都有活动，我个人跑。所以各位啊，如果选上你监事的或是评议委员的，希望你们都为协会分忧解劳，然后去把这个民间的苦困啊，把它化解出来，把人间的人才也化解出来，提升到国际去。那么关于民间的苦困，你们提出来，我们有很多立委，刚刚我宣布了很多立委委员，我现在也在啊，他们会帮你向公部门来解决这一些痛苦的民间事项，来帮你们解决。那么本会的用意呢，它跟政府呢结合得很紧密，而且是我们是监督政府的唯一的最具公信力的协会。我祝福各位，你们都是各会的成员，协会的成员，这个协会与你们共荣，你们往下生长，你们往下看，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协会的力量，它的套在哪里。祝福你们，谢谢你们。